大家好呀，今天我们又来玩布鲁克，这次分享的是荣耀版第四代黑暗特利迦和卡尔密拉套装。个人觉得这次套装有点 NT 了，用圆环之地的黑特应该是伊格尼斯才对，但是看了这一弹的名称是黑暗邂逅，就可以确定是早期的黑特，也就是怀了。我们可以通过说明书发现，这次除了涂装上有所改变，黑特增加了眼线和小腿脚，并且黑特附带了全涂装的圆环之力。卡尔密拉背后的飘带本以为改成软胶，但是上手摸下才发现是有点类似地狱皮革的材质。卡尔密拉附带了闪电五连鞭，大大的好赢。さまよい続けた先で出会いという絆さえも運命を締め付ける。大切に思うほど対岸は遠ざかる。我们上转台看看整体效果，布鲁克的荣耀版做工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涂装给的很足，但是个人还是有一点执念，就是真理特利迦什么时候才出呀？一组照片后结束今天的玩具分享，谢谢观看。